来到星星帽的朋友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天还有一场活动，到时候再到现场来拿星星帽好吗？等一下问一下小明哥，你又不卖鸭肉了，要来看节目是不是？他为了黄思婷可以一天不工作，一天收入5000块，不要赚。会唱的朋友唱好不好？我等你，我那把一破。